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觉得他问你要料住您呐、啊。小伙伴你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德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啊不认识啊，你们自己看字幕吧。他开的这个 40T， 地图是飓风小镇，标准模式我们在右上角的出生年位。现在要干嘛？那个喵王练车练的他要吐了，哎妈的没办法呀，都是这样。好，我看到有人发了个段子，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力量，你在游泳池里拉个屎，整个游泳池都会因为你停业整顿，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厉害。妈个蛋啊！这我就醉了。哎，我叫汪佑儿出去，妈的他好烦呢、啊。干脆在门上给他做个那种 能推的，他自己要进来出去自己推门，就不用我给他开了。哎，我等了半天，为什么没人来？城镇那边看着还凑合，进去的人挺多，然后看他们这边想不想有什么动作。妈的还是没人，不科学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哦，看到了541。哎，但是你不要急，这是这个弹夹车的一个问题啊。啊，再牛逼他打人的时候也得停车缩圈，否则基本上是打不准人的。差点被砸中，准备向目标开炮，装甲被击穿。哎，小四九，妈的你屌！目标锁定解除。没那个人。我靠！妈的人品这么好？为什么嘛？屌的一逼！好，等着啊，这里马上就上好弹了。妈的，我去微信上扒了几个恶心的图发给他们，哈哈，群里面已经要炸了，哈哈哈。但是什么东西我不能告诉你们。在这里晃了半天，啊，那人就不过来，看他要干什么。哎呀，好，扭头就跑了，让他们过来再打。哎，你来不来？好，啊，这好像是一个新的杰克先的。
等着啊，一心就想等他们过来。你们来不来嘛？这几个骚货真沉得住气。重新爬上他之前来的这个山头看一看，耶，没人了。哎，但是我们城镇下面快被钢穿了，怎么办？啊！打得漂亮，漂亮！打得好！完了，他被打成傻逼了。哎，哎呀，他缩回去，让那个人以为他不出来了，结果就那个他头就转过去了，结果又出来了，妈了个蛋！好，火炮又没炸到。哎呀，对面的火炮真他妈的水啊，尾了尾了。妈的，为什么这个人的图都裂了呀？他在群里面这个。好，又上好了一轮弹。哎，先进去把火炮掏了吧。估计我们那边是有点恼火了，你现在能搞几个算几个。也是在看，结果什么都没弄到啊。好，看到了，你想跑，妈的，我追上去弄死你。要躲哪里去？这个时候，哎呀，他在这里占领，但是人家那些快车会过来的，而且对面人数也比我们多。又想让132回去顶，哎，站一会儿跑了，好，勾回来一个，他的两头都有，慌的一逼。你们慌不慌？滚！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，干死一个。这个时候那个火炮在后面在找机会。好啊，被队友把他收了。你看541回来了啊，哈哈哈，快回来了，快跑呀，啊哈，把他勾回来了。妈的，现在你个骚货，是不是想现在又你又穿回自己家里面去吗？妈的，你把 TD 跟中坦都勾出来了，家里面就留几个火炮，你现在再回去啊，那就是校长大人冲进了小学女生的宿舍啊，啊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啊，妈的，132被收了，哎呦，莱茵，妈的莱茵很不得了呢，你慌不慌嘛？目标呵呵哒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过来，干他！敌人完蛋了！呀，打得漂亮！目标就是好，怒吃两个人头。这个时候对面只剩下那个541，自己心里面也很慌。
40T 现在它的血量非常完好，所以现在它的这个心态肯定也是很好的，对吧？妈的，不服你来干。没看到人，到现在他的思路就是妈的，我就守家，你来不来？啊，不来算了，来就干死。好好好好，占到便宜就见好就收。哎哎，我操妈的！哎，他是个傻子。妈，你可以跟他硬来了。好，你一看这二球。我们重创目标。好漂亮。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，到我 QQ 箱是76785582@qq.com， 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